3D 耳机 PayPhone 夺电脑展金奖。全球三大电子展之一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将于下月5号登场，主办单位北市电脑工会昨天公布参展产品评选结果，共9样科技新品荣获金奖殊荣。其中华硕以手机结合平板、笔电三合一概念的 PadPhone 勇夺创新智慧行动装置类金奖，以及6月将上市的高阶平板 TF700 拿下电脑及系统产品类金奖。华硕除了获2项金奖，也得到另外4项大奖，产品研发实力备受肯定。启宏以 3D 动态 9.1 声道耳机拿下金奖，耳机内建12个活动喇叭，环绕音效如临现场。炎阳强固型平板电脑可承受120公分高度落地撞击，也荣获金奖。宏光的金奖产品行动 Coco Bang 2为携带式扫描机，直接在纸上移动 1.6 秒即可完成 A4 大小纸张扫描。宏基的云端手机可轻易连接家中其他系统，分享多媒体，获得最佳设计奖。另外还有羽量级 LED 投影机、智慧型触控面板、高速网通设备，都以创新技术获得评审青睐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